家己反悔死嘞啦，吼！爱我悔死嘞，阿杰啊，你是安怎？你想讲我会惊因哦？我也不是，我就不是，你讲。义良，我甲你伸一个嘴皮呢，你会记得袂？我当然会记得啊。你意思是讲，你无咧怪阮志良啊？我只过家己无较早认清，志良伊是一个正港男子汉。是哦，阮志良对你真好感，伊就是对你吼伤有好感，对你期待伤悬，结果你煞去伤着要害，对老母不敬，伊毋只会甲你扒落，做出吼以后一世人的后悔代志。其实伊嘛免后悔啊，只要伊肯来甲我回信咧。我就不阁怪伊啊！这个买卖，阮是拍算甲你食死死。最后一句话，两百亿，买不了唔买啊？买！陪你去死啦！你边仔计想要甲我食死死，你食阁歹咧啦！老有影啊！我著讲你是一个乌巴桑，真正有够白目的呢，永远拢无话清楚状况啊！阿姐，你到底是头壳歹去，还是目睭狗屎啊？只有这种无知识、无眼光、无水准兼无卫生乌巴桑，你竟然爱到要死啊！我跟你讲啦，亲像伊这种货色的，你离开家了，坐客运车去228公园，开2000块，凊彩一个徛边嘛，比较水，气质嘛比较好啊。妈，哥说来，无你的代志，你到边仔看就好。志勇，等。你先别抓狂啦，心平啦，你听阿姐的话啦，家己反悔死嘞啦，吼！爱我悔死嘞，阿姐啊，你是安怎？你想讲我会惊因哦？我也不是，我就不是，你讲。你敢拍我？李信，我即马真心中甲你介绍一个。这位是阮妈妈，无伊就无我。你拄只讲的话对阮妈妈来讲是真严重的侮辱。也毋过今仔算你好教阮，因为你是查某，毋是查甫。阿若无，我一定甲你对头门弹出去。你即马甲我听好清楚，紧甲阮妈妈回实嘞。我即马算甲啥？我若是无听到你回实嘞，安尼我希望李泰山以后有法度承担失去爱女的打击。一、二、老师啊，是嘞，你不是讲你唔爱甲别人回去室内啊？妈，无需要甲伊啰嗦啊，姐。奶奶走，无啦，进来，哎，进来，有没有？心平啦，你莫当走。好啦好啦，你莫生气啦吼，啊我较唔只来找恁老爸吼。心玲，啊，恁老爸无伫啊？废话，啊，你无看到人当然无伫嘞。你从底里要创啥？啊，那是国英迄条代志。啊，我是要来问恁阿爸吼，讲看有够参详的余地无？哎，心玲啊，不管是安怎吼，我总是爱替志良甲你讲一声实话，实话啦。唔免啦，那有啥物通我回实话？心玲啊，当然哦，我唔敢妄望讲你会当原谅志良，不只个哦，咱做生意还做生意，袂用你甲私人的恩怨哦。无可能啦，我这人就是甲伊甲生意，还佮恩怨掺掺去讲。
心灵啊，莫安尼。啊，不过黄志良伊无顾一切替妈妈出头，伊这种查甫人的气概，真得我足欣赏的。小玲啊，看我是有听唔对，还是你讲唔对呀？我阁来提醒一遍，志良捌甲你伸一个嘴皮呢，你会记得袂？我当然会记得啊，我这世人还阁唔捌去人伸过嘴皮呢。搁再讲，我哪有可能放袂记啊？黄志良，伊甲我伸到这么凶，伸到这么有查甫人的气概，让我即摆想起来，阁有一点点仔疼呢。你的意思是讲，你无咧怪阮志良啊？我只怪我家己无较早认清。志良是一个正港的男子汉。哼，心明啊，那你安尼讲就对了啦。安尼你有眼光，唔是我家己的臭蛋，唔是我家己卖花讲花红，而了我家己的后生。那阮志良这个囡仔吼，唔那有气魄，而且佫有效，也佫有。这挂我拢知影，我嘛领教过。啊，不过敢问，请你讲一挂我唔知影，让我较了解伊啊。哦，我即马煞落去讲的，你一定唔知影。那迄你要紧讲啊。其实吼，阮志良对你真好感。那安尼，咪啥人要拍我？心灵啊，这就是爱之深，责之切的道理啊。伊就是对你吼心有好感，对你期待伤悬，结果你煞去伤着要害，对老母不敬，伊唔只会甲你扒落，做出吼。以后一世人的后悔代志，其实伊嘛免后悔啊。只要伊肯来甲我回信嘞，我就袂阁怪伊啊。